最早应该是想做动画长片，就是我小时候每一年的一部那个迪士尼动画，我都绝对不能错过。长片就是每一年的那一天，对我来说是比过年还重要。买一张票，你可以一直做到必须回家为止。应该说，我很强烈的是觉得我一辈子就是要做这个。啊，到后来这个想法，就是我想要创造故事，然后用图画来说故事，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变。漫画是国中开始画着玩，可是到高中的时候，我开始知道做卡通，尤其要做长片，在台湾非常困难。然后唯一能够一个人做的最相似的工作，应该就是漫画。比较喜欢从每个故事里面去找到他属于这个故事自己的风格，那这跟我大概20岁左右一直自己在练习，在画画上做的一个练习应该有点关系。就是一方面我想要那个把写实的功夫练到好，然后一方面我想要造型可以无限的自由。那时候把这个练习叫做拉筋。筋拉开应该什么都可以画。漫画比较有趣的一个点是它的阅读速度比较像书小说，它有一部分是读者配合的，大概所有用图像表现的形式只有漫画，它的框可以变来变去，不同的形状的格子，不同大小，它都会有不同的速度。有几个镜头剪在一起，你会或者格子的形状摆在一起，你会读得特别快，有些你就会看得特别慢，这也是我觉得它很好玩的地方。创作对我来说是，即使我中间我差不多20年没有画漫画，可是这20年还是有故事一直来找我。我想跟平常想的事情、看的书或接触的人，都会引发这些东西出来。像在时间游戏里面有一个故事叫《冬眠》，就那个故事其实在这么多年来，本来这个故事就只是一个神经病科学家，然后他自己发明了人体冷冻可以冬眠的机器，后来他犯了一些罪，然后为了逃避法律，他就自己把自己关进去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可是有一天，就是听到一段音乐，我从来没听过，有点哀伤，然后很清冷。我突然想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想到冬眠这个故事，然后想如果他的背景设定在解体前的苏联，那故事好像就开始有一个厚度了，就不只是一个小品。所以后来我画出来的那个神经病科学家，跟最早画的其实两个都很神经质，可是一个是很早期画的是很外显的，就是在后面的设定里面。然后后面画那一个其实是他的雏形是用卡夫卡，对我来说有点像做雕塑。
就是先捏一个粗胚，然后你去看这边应该拿掉什么，这边应该补一点什么。1969年，阿波罗登陆月球，然后那年我5岁，然后我还记得我在看电视，看一个黑白电视，客厅都没人，只有我一个人在看。那大概是在那个年纪左右，会问很多问题。我会指着钟，始终问爷爷说：如果钟不会坏，它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会走到什么时候？如果一台车子能够一直开，它不会坏，也不会停下来，它会开到哪里去？我其实一直不太能想象无限的空间是什么。可是如果有限，那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就有限之外，还是会有问题存在，尤其是对时间跟空间的无限的概念。我发现后来我自己很喜欢想跟时空有关的题材，应该是跟小时候的这种强烈的疑问有关。国中的时候，看到一本书叫做《相对论浅谈》，然后我记得看到那本书，我兴奋到从来只有教我那种卡通怎么画，还有一些我想了解的绘画书籍，能够带给我那么大的兴奋感。其实里面讲的时空观念又让我的理解又跳一级，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觉得更奇妙、更奥秘的世界。像小时候，你的家人、老师一定都是反对你，就算少数有一两个，比如说我爸爸或我爷爷，可能不反对，或很低调的支持你画画，可是他们也希望你至少做一下纯艺术，不要画漫画。对，在那个年代，漫画是一个很被怎么讲公开歧视的工作吧。后来碰到的挫折，我们讲到台湾的漫画环境，其实都是，其实我也很难去论断说，如果我不是碰到那么大的阻力，我会不会要求自己到某种程度。那或者是台湾的漫画环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用去做动画，也不用去画插画，去做很多别的工作。那我想对于我的，如果我就一路一直画漫画到现在，那我对于漫画语言的表达应该更纯漫画，不会有这么多种可能性。
还是喜欢宇宙的辽阔和那种自由感。那我想那个除了好奇以外，还有一个是那种我想无限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的自由。